大家好，我是 Ben， 相信这一集啊，你们一定非常期待。其实我自己也非常期待，因为我们在米兰车展还有台北车展都看过，也实际跨过。但是呢，究竟这辆车骑起来什么感觉呢？一直都不知道。今天终于可以为大家解惑了，也为我自己解惑。我们今天要试的旁边，我身后这台 Suzuki 的卡塔纳。哦吼，我们先来带大家看看它的仪表是不是很帅。刀，好的，眼前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卡塔纳啦。老实说啊，它的外形做的，因为它要传承过去卡塔纳的特色啊，其实它的外形做的非常帅。那我们接到这台车啊，除了这个 Suzuki 的 logo 是红字之外，它整体走的就是黑色雾面黑、亮面黑以及银色的组成，乍看之下就是传承当时卡塔纳那个颜色的 image。那车头呢，则是使用一个方的 LED 的头灯啊，一样，里面是这个近灯在上面，远灯在下面的设计，而且你看到它前面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导流板，一样也是从当时的旧卡塔纳延伸过来的一个设计。它的下面又多了一整块的横切面延伸到车侧，但是它前面呢、也巧妙的安置了一个定位的灯，让它在车头的部分呢、看起来格外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科技感，但是又带有一点点复古的感觉。土厨啊，也为了要迁就当时啊，所以做的一个很方正的一个复古造型的土厨，两边呢则是用支架来呈现，一样是用黑银跳色来处理。从这个侧面的旁啊一路延伸上来啊，跟油箱啊成为一个一体成型的一个造型，非常的漂亮。那这边呢、需要一些利落的线条，让它这个块面呢、不会是这么的单一。那前面呢则是采用一个低的仪表设计，你看它的这个电门开关是在前面油箱下方，蛮特别的设计。而椅垫呢，则是采用一个马鞍造型的椅垫，它的屁股的部分设计得很宽，但是它前面呢，它整体的铺面啊，铺到很前面，是说男生的熟悉部啊，都被椅垫给包围了，所以其实它乘坐感觉真的非常舒服。在正中间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的椅垫并没有设计那种太宽的椅垫的造型哦，它中间是削得非常薄，所以在我跨坐的时候，虽然它的椅垫高度是，我记得是820几吧，但是整体它给我的这个骑乘跨坐感啊，是蛮舒服的，是并不会有那种脚被撑开的感觉。它的车尾一样是跟前面车头做呼应，所以它后面做了一个扁平一个碟形的设计，配上它的定位灯岛，车尾的灯岛啊，让它整体的感觉看起来有些复古，但是呢又有点科技的味道。它的后座呢也做了一些不同颜色皮革跳色的装饰，让它的这个短屁股的后座啊看起来不再是这么的单调。我觉得啊，它最好看的莫过于它整体的比例，短翘的屁股，一体成型的车头以及油箱。那另外呢，我觉得这一次在造型上面很大的帮助就是它的土厨改为轮下的土厨。最近几年啊，你常常会看到这种轮下土厨的设计。那这种轮下土厨呢，就造就你看它的这个车尾后面啊，会有一块非常干净的一个区块，让它整体车辆的动感以及线条啊，显现得更明显。它在车辆配置呢，其实跟 Suzuki 的 GSX S1000 啊是一样的，所以你会看到一样的这个环抱式的铝合金车架，配上并列四缸引擎，还有一样的摇臂设计啊。它前面呢，则是用 KYB 的是三星的这个倒立式前叉，配上呢 Brembo 的辐射卡钳，中置的避震器，然后它是多连杆的设计，它是一个阶梯式的预载可调，然后搭配上一个阳春的阻尼可调系统。那这辆车呢，它并没有动力选择，它只有这个三段的 TCS。那它的转速表呢，在这边属于一种环状，有点刻意要修一个有点复古，然后有点科技感的一个造型。时速表大大的在这边显示，然后中间是档位，这边呢则是三段 TC 的显示。那主要呢，则是靠这边的一个方形键。如果你骑 Suzuki 的车，你应该很了解这个按钮。为了造型设计，所以其实它这边啊，几乎是又是一个标准街车的一个头罩，并没有任何的挡风的效果。那它的手把呢，也算是一个街车的手把，比较宽、比较高的设定。排气管呢，一样也是把主要的消音啊，坐在中间有一个便当盒。那它的尾段呢，则是一个短短的短翘的造型的尾段，这样呢，也让它整体的车辆造型啊，看起来更加的利落，并不会有一个大型排气管在那边的感觉。
各位观众，其实昨天啊，我把卡塔纳骑到了北宜，本来想说我们在北宜拍，但是呢，后来北宜啊，我们才上去不久就开始下雨了，所以导致整个拍摄啊非常不顺利，所以我今天啊打算重拍，那回到我自己的主场啊，就是观音山啊，因为呢它是使用 Suzuki GSX 的 S1000 来做基底来做改装的，所以老实说它整体的回馈还有整个车辆的感受啊跟 GSX S1000 啊非常的相像，但是呢它在旗帜上面做了一些更动，首先它的椅垫的高度啊比起这个 S1000 来的高一些，我可以感受到它的脚踏比较往上移一些，我的小腿跟我的大腿间啊，我会感受到那个缝隙啊有些比较紧的感觉，但是它并没有像是比如说像 KTM 那样子，它整体还是走的比较舒适的取向，还有你可以看到它前面是一个街车的直把，那过去呢据我所知啊，这也是日本人最对这一代卡塔纳最大的批评，就是他们觉得卡塔纳以前的卡塔纳是趴的，是往前趴，是分离把的，但是现在卡塔纳变成这样子之后他们很不喜欢，但我必须说这样子的骑姿啊才是真的让一般的骑士啊可以比较能接受的一种骑姿，因为很舒服。所以我昨天骑了一整天啊，将近我想应该也有个60-70公里，我并不觉得它的这个骑姿啊带给我任何一点的不适，而且它的座椅啊非常的舒适，一点屁股感觉跟酸痛啊麻的感觉都没有。对观音山还蛮有点腻的啦，老实说，因为我实在在那边试很多车，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腻，但好处就是呢，过去我在这边试过很多车款，比如说像是力900 RS 或者是1290，所以我很能在同一个地方啊拿这台车来跟这些车比较的时候，很能做一个参考值。哇哇，这一段路有差哦，这个毕竟啊它的动力啊，毕竟啊它的动力跟力900有差，因为力900大概是在100多匹，100出头匹，那但是呢这个卡塔纳很抱歉，它硬生生的做到了150匹啊，在海外的标准数据大概150匹左右，所以它在街车里面啊我试过仅超过于它的动力的只有1290而已。刚刚那一段啊我稍微拉了一下，我觉得D900RS 是爆，但是它这个卡塔纳它已经会让我有点，你知道有点惧怕，心里有点惧怕的不安全感出现。1290在这边啊观音山的这种小路底下啊已经进入了难骑的阶段了，因为它那个实在是太狂妄了，太狂暴了，再加上1290是 V 缸，所以真的蛮难控制的小弯。但是今天呢我觉得卡塔纳，因为它虽然做到150匹啊，但是它整体啊出力是一个并列四缸引擎，所以其实它的出力啊并不会有那种你没办法控制或突如其来的感觉，它的整体的速度跟力道就是堆叠上去的，一点一点点往上加是很顺畅的。那这样子的引擎形式啊跟我自己骑的时啊非常雷同，所以我自己也相当习惯。因为卡塔纳其实它造型非常帅，大家都知道它的侧面啊为了要传达以前卡塔纳的经典元素，所以他做了很多这个歇脚的关系，也因为这样子呢他的膝盖啊进入一个很尴尬的状态，就是他在我的膝盖的这个夹齿顶点啊刚好是两块壳的交接面，导致呢其实我觉得他的骑乘感受啊这夹齿感受啊跟小阿鲁有一样的问题，我不知道 Suzuki 最近是怎么了，但是我当然我觉得有些身高不同的人腿长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夹齿感啊，但是我的位置刚好就是在那个横切面上面，所以老实说啊他在固定身体的部分腿夹的部分啊我没办法给他太高的分数，不过你贴了这个一个油箱贴啊比较厚一点的或许会解决这个问题哦。哇，这个并列四缸的引擎啊真的是最好上手的引擎，很顺畅啊，然后它的低转并不会给你突兀的这个奇怪的动力曲线了、啊。
顺顺的上去。那卡塔纳一样也是啊，而且卡塔纳它，哦，它虽然是使用过去阿鲁的这个跑车引擎来做调整啊，但是它在低转的部分的出力啊做了一些调校，让它在低转啊变得更有力，但是又不会有突兀的感觉。但我必须说啊，它整体的骑乘感受跟 S1000 真的太像了。我相信一般人啊，80%-90%的人啊，应该是骑不出来它跟 S1000 的差别。因为 S1000 的官方数据，我记得是也做到了145匹的动力，卡塔纳有再优化到150匹，但是整体的那个转速域啊等等的，其实都蛮雷同的。它的前叉因为是43C的这个倒立式前叉嘛，所以其实对于这个支撑性表现啊，还蛮称职的。那刹车呢是用 Brembo 的辐射卡钳，所以配上310的碟盘，所以其实整体它刹车的感觉啊是蛮线性，你并不会感受到它像是215公斤重的一个庞大的街车哦。四缸的声浪真的是非常好听啊，这就是有些人坚持要骑四缸车的关系。我觉得卡塔纳它需要多一些转速啊，因为它的引擎设定虽然是街车的调教，但是如果你去看它的规格，它的最大马力跟最大扭力啊，都在比较高的转速域才会出现。如果你跟力900的转速啊非常低就爆发动力了，那如果你又跟 CB1000R 比的话，一样也是它的转速比起 CB1000R 还需要更高。我觉得卡塔纳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它的稳定度就像并列四缸街车 S1000 一样，但是呢，它的灵活度真的蛮不错的。而且啊，它非常好上手，虽然它的外形啊看起来很有个性，但是骑起来其实一点都不难操控啊。它在动力的部分啊，我觉得比较可惜一点，因为它是没有动力选择，它只有3段的循迹系统。那不过呢，它这个 Suzuki 的3段循迹系统的整体的设置啊，我觉得对于像我昨天雨天骑乘的时候，我觉得它的这个第3段就最强。我现在包括我现在也是用第3段，我觉得它整体的介入啊，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顺畅，非常温和。你可以看到，在一些倾倒的状态下面，如果开油，它的灯会救你会亮，但是你其实你本体啊，你自己本身并不会感受到这个很像是突然切断油门的感觉，并不会。它本身就是一个铝合金环抱车架，所以它可以接受很。就是重心很往前的骑乘这辆车，所以在这种有点下坡路段啊，我做左右翻转的时候啊，并不会觉得车辆很笨重没办法转弯。确实啊，它的车架加上前叉，它可以承受的力量非常大，极限非常大。我们来试试看重刹，哦，很轻松啊，这个重刹完全非常轻松啊。完全就是离它的极限还有一段距离啊，因为这边毕竟它这边的弯速啊，还有最高极速都很有限。对于一个150匹来说啊，在这边要试出比较高速的感觉，可能有点难。哦，可以。
它真的就像是一把刀一样啊，非常的利落啊。我想我们来聊聊它跟其他车的比对。如果以日系的四大天王，当然 NT 零九我们很难比较，它十字曲轴，它的设定很奇怪，所以跟这种车要比，跟卡丹拿要比很难比。那如果我以规格来看啊，我觉得它比起 CB1000R 来讲是最接近，因为 CB1000R 也是140几匹，其实算在动力里面算大。但是呢，我觉得 Honda 传达出来的那种细腻感，还有它的虽然一样是并列四缸啊，它的加速性是更曲线更柔顺的上去。我觉得不管是卡哇还是 Suzuki 啊，它的曲线都会比较有点对比比较大一点，低转比较没力，但是高转高亢的时候会突然爆冲。卡丹拿是介于卡哇跟这个横打之间，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它的低转会稍微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无力啊。比如说我用高档，比如说你看我用六档，如果这个时候我纵贯油门，我已经开到满了哦，它还是一样，它转速没到，力量是不出来的，这是引擎设计之间产生不同的微妙的差异。但也因为这样，其实它的极限，它在这个高转之后的表现跟动力表、跟动力输出啊，其实会比起这个Honda来的感受啊更强烈一些。车重跟 CB1000R 也非常雷同，那轴距还有车高也非常像，所以它们整体的设定啊，真的非常的类似啊。但是呢，因为整体的架构、车架、摇臂等等的设计不同啊，导致其实两台车啊骑起来是截然不同的感受。那你很明显就可以感受到，卡塔纳还有 Suzuki S1000 啊，它整体给你设计的感觉啊，就是比较更具有个性一些。那 Honda 的 CB1000R 呢，则是顺畅好骑啊，那个完全没话说，细腻感也非常够。过去早期啊，我觉得在很多的日本车里面，尤其是原厂的机油底下、啊、你特别会感受到那种挡与挡之间的这个切换啊，并不是这么细腻的感觉。但是新的大阿鲁跑车版啊，上次我试的时候，它再加上它的快排系统啊，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虽然呢，卡塔纳它并没有快排系统，但是呢，它的那个脚感整体的传达的感受、啊、还是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还是觉得这个踩跟勾之间的顺畅度，不管是它的间隙啊等等的设定的，还是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另外我要提醒各位一下，它可能是为了修这个造型啊，这点我不太确定。过去的 S1000 它的龙头的这个角度是不是这么小？但是我感觉啦，卡塔纳在我这几天移车啊，还有在一般道路上移动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龙头的转动范围非常小，就像跑车一样。所以如果你自己是第一次碰到这台车，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避免这个转到底然后倒车的情况。坦白说，如果你要讲到骑乘感受啊，我说真的，卡塔纳真的没有给我什么新的感觉，这点是让我觉得稍微有些失望的点。但是我必须分享的就是，卡塔纳的外形啊，因为它整体的设计为了要迁就过去的这个复古的造型，它把那复古造型延伸到现在新一代的车的车身上面。老实说，虽然它在骑乘的部分啊，只是承袭了 S1000 本来好骑的这个超驾感受、整体的动力表现等等的，但是呢，它只要啊在街头巷尾停下来，包括我有时候去 Seven 买东西，还有我骑到山道去喝咖啡，它停在那边，还有我去纳普斯，它停在那边啊，就是让人家忍不住的想要多看几眼，真的很好看，那个这个复古的造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是设计人的关系，但是我发现附近的人也在看这个卡塔纳的车。所以呢，如果你问我说，现在市面上这么多复古的街车，比如说 Kawasaki 的 L900RS， 或者是 CB1000R， 还有现在我们后面的卡塔纳，要怎么选？因为其实他们价位定位也非常的接近。老实说，我觉得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其实这三台车啊，都已经做到一个水准之上，都很好骑，然后一样都是并列四缸，非常好驾驭，也都会有一些基本的电控系统。你要挑的点就是你喜欢哪一个外形就好了，就是这么简单。
果你喜欢刀的经典，还有它的整体设计的风味的话，我相信呢、啊，卡塔纳配合上它150匹啊，就是同级业界中最强的动力，相信会是一个你蛮好的选择哦。好，以上呢就是我针对卡塔纳做的介绍啊，记得锁定我阿Ben的其实是，我们下次见，拜拜。